对于 final 的选手啊，是啊，到底我们评审老师会喜欢的是啊，我们看起来很吊诡的吊嘎，还是呢，真正啊，真正这厉害阿金的啊，来了，评审老师们，欧陆 judges 3, 2, 1，恭喜我们吊嘎获胜，也给我们阿金老师一点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 好，所以我们待会一对一的终极对决，就是由我们的玉泉老师对上吊嘎老师啦。是。